47岁英国男星马丁·弗里曼在漫威电影《美国队长三：内战》黑豹饰演代表美国政府官方联合反恐中心的干员，如今他亲自证实自己将出演《黑豹二》。马丁·弗里曼近期被问到何时回归，他直截了当回应，黑豹二就是他的下一次亮相，不过黑豹二至少要等到2022年才会与观众见面。之前许多粉丝希望他能和福尔摩斯搭档，奇异博士本尼迪克特·康伯巴奇合体，这下可还有的等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